这家是最大的哦，而且它的区域啊高达将近有50种，真的超大的。我们要入场玩喽 ，Go！哇，这个充气床真的大哎！看一下他们在哪里。哦，看到航航喽，嗨！哇，你在一个好大的充气床哦。对。要进去玩是不是？对。好 ，Go！ 我要玩开的话。好，快点加油！这里还有一个启蒙彩虹谷哦，是给还不会爬不会走的小朋友、玩的地方哦。超大的电玩机台区啊，真的。哇，志宝在弹钢琴呢。小朵莉吗？哇，这小房子很可爱耶，它很温馨耶。它这里平常是办活动的，然后可以把小朋友放在里面。如果没有办活动的话，也可以进来玩。好可爱的小房子哦。这是什么啊？化妆室。你在帮他梳头发、弟弟还看他梳完，给他一个照镜子。他是上那个口红啊、哎呀！有很难吗？再放一个球。好，来，这里。再放一个，按正确的丢法。看一下就扫掉了，好不好？这也太没成就感了啦！哎，现在是怎样？这不是触控平板哎。这里还蛮多互动设施的，哇，金鱼，
加油加油，快点！好，加油加油，很厉害哦！踩好踩好啊！芝麻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快到了哦！哦，好，抓好，抓好。耶！成功了，好棒哦，真的很厉害。芝宝已经跑不见了，我去追他。耶，我们到溜滑梯这里了。好啦，飞机起飞 ，Go！ 咻，蹦！最爱溜滑梯的妈妈现在要来溜滑梯了 ，Go Go Go！好啦，快点过来，我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。这什么啊？哇，好玩吗？正常的路不好走，非要爬上去啊！小猴子一个，要来了。好，换一个大人来了。很安全啊！哈哈，在玩什么？玩车车啊！哈喽，航航，他现在在玩警匪追逐战，两台警车追着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蓝色车车啊 ！Go go go！ 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弹跳床的设施，哎，好大哦！宝在那边跳跳跳，好了，他要去玩弹跳床，闯关一次喽！快点绕一圈，快点过来！志宝，快点来来来！边还有攀岩的墙。芝宝，快点啊！你要爬过来，哎，爬到这边嘞！哦哦哦！哎，小朋友，你不见了？啊，站得起来吗？这是流沙坑吗？芝宝要救你吗？哦。他爬上去了，好啦，芝麻要爬到妈妈那边哦。好，加油加油！不然你逃不出这个流沙坑的，你爬不出这个海绵坑哦。范围还蛮大的哦。哎呦，他又跳下去了。
不好走哎、欸，它的海绵是软的，会陷下去。你看它就起不来了，不好走，真的天堂路。哎、欸，吃饱快点，快点上来哦，我们去玩别的了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梯田种植区哎！你的东西好了，采收给我们吃吧。吃饱拿的是什么？白萝卜。还有嘞，蔬菜要不要拿一点？他要先捕获他的白萝卜，对不对？小玩具可以玩哎、欸，这个开锁的啊，小朋友就可以认识一下，这有什么锁要怎么开哦。这个在维修，往后面走。里面有东西吗？哦，有一个梯子上去吧。不行。哦，封住了。嗯。哦，出来了。那我们这里有楼梯，这里有楼梯，是吧？上去看一下，一起上去，走。哇！哇！好像马里奥，马里奥的那个过关的画面啊、哦。哇！盖你的自己的梦想城堡吧，把我们的城堡墙盖好了。哦，飞一下就被吹点毁掉了。不是这个。哦，不是这个，是在后面啊。哎，芝宝，你的城墙盖好了没啊？你的家盖好了没啊？哎呦，砖头好像不够了，哎，怎么办？哦。姐姐想要盖的那个家已经被弟弟这个小破坏王摧毁一半喽。弟弟姐姐在拯救当中。弟弟不要碰我，弟弟哇，经过他们通力合作已经盖好了耶。芝宝盖好了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！介绍一下，我们的书哎、欸，这你们的书啊？对。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吧，我们做其他的了。啊，这里有什么啊？乐高小积木是不是？嗯，而且这个是拼图哎、欸，拼图可以放在一起。